他们要问的。嗯，这样，我们首先请局外人来发表一下意见。崔真元小姐，你觉得他们有可能吗？Hello。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有一天在一起了，我们会非常开心，但如果有一天他们各自找到伴侣，很幸福的生活，我们也会开心，对不对？但是他们俩还没有回答呢。아일단제가여기서예스를하면여기팬분들이되게서운하실것같아서아일단저희는되게친해요너무나누나동생사이로친누나처럼이렇게그냥저희는너무나친하기때문에혜진이가남자로보이지는않는데요만약에저희소문난칠공주의연하남처럼정말나이는어리지만너무나멋진남자가저만사랑해준다면되게반할것같아요我觉得这表现了无限的可能，对不对？那我们再问问那个小跟班好了，你呢？哎，뭐뭐불가능하진않죠어그건아니고요사실굉장히사이가좋아요그러니까지금도서로안부르고연락을하고그이웃사촌이에요是门挨着门吗？저희앞아파트就是还是有邻一条小街，就更浪漫。我跟你讲，여러분이생각하시는극중에서의그런연인같은사이는아니지만누나가얘기했던그동생과누나같은관계로연인같은느낌보다는그렇게더오래오래좋은사이를이어갈수있는그런모습으로남았으면좋겠네요你们很操心呢。